场的贵宾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莉亚。哇，莉亚这次是我们这次的活动的代言人，对不对？很荣幸。有没有去过云林？在担任这个代言人之前，我老实说，我是一个呆巴怂，所以我是因为这次要去拍影片的关系，然后第一次去云林。那想象中云林，因为这名字很美，但是有祥云朵朵、好山好水的地方。对，可是不无聊，对不对？虽然好山好水，完全，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大自然。对，没错。然后这次跟着拍摄团队去到了所谓的这个第一天的时候，会号召百位的民众来参加我们的光合瑜伽，而且莉亚就是担任我们的导师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知道莉亚这一两年，她其实非常努力在进修自己，拿了很多有关瑜伽啦、健身的相关的证照，所以这次算是你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教学生吗？之前有教学生的经验，但是第一次在我最喜欢的海边，然后教我最爱的瑜伽，我觉得是算是一个第一次献给云林的这个感觉。那也呼吁来参加的民众要记得准备好自己的遮阳帽啊，擦防晒啊，也要准备好。